前面说佛赞叹地藏菩萨，那么以下呢是地藏菩萨赞叹佛。地藏菩萨赞叹佛完了之后，又回归他的座位，现在又从他座位起来，向佛说，因为佛他供养完了，赞叹完了，佛又称赞他，所以他又从回归他的座位，从他座位起来，向佛表达，大德世尊呢，赞叹佛的啊，赞叹佛的，凡是有大字，就表示众生心体。像大佛广门华严经、大乘妙法莲华经，都加个大，加这个大字呢，就是此经啊，跟众生心和，就是目的心，跟佛所说这个经义啊相合，所以叫大，地藏菩萨从他座位起赞叹佛，称扬佛。说大德世尊啊，世尊就是三世一切人天有情类所尊仰的，就是三世所尊，说我当嫉妒此四周诸世尊弟子，一切比丘及比丘尼，无不所加，无不思加，就是佛的世宗弟子，我遵照佛的意旨，照佛你所指示的，对这个州，对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四大部洲，四大部洲之内。都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，都是他的弟子。所以因为成佛时候啊，都成四宗弟子，四大比丘。但是北俱泸州是不受教化的，不教化的，佛不出现在北俱泸州。咱们看到维陀斯利维日不维陀菩萨护法三州，三州感应。从来没去四周，因为北俱泸州没有佛王，但是让我成佛的时候还成四周，这个四周啊，释迦牟尼佛来教化的地方，说我对世尊你的四宗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那么我令他们增长一念，增长一念，增长守护一念，增长长寿，增长身体。那意思就是，这好像是说客气话哈。我令你的四子弟子身心健康，吉祥如意。第一个令他增长智慧，没有智慧是不能记忆力的，意念就是记忆，不失掉记忆力。增长守护意念，像咱学过经啊，学完了就忘了，再过个几年就没有了，没有意念，意念的意识念念不断的意思，还一个三世一念，我们过我们过去生、过去世，现在都不知道了，没有一念了，有智慧的
他过去他做的事情，他都不会忘记的。有一年，学所学的佛法，一句都不忘事，一个字都不忘事，没有一念就忘事了。他们学一遍记不得，学十遍可能好一点，说一百遍，这就是没有记忆力。还有，再往说的是为虚名字，虚名字，过去生，无量生，那早忘得光光的了，怎么格式就迷了？地藏菩萨说：“我能令四世尊，你的四众弟子，都能够增长一念，增长一念。”那么换句话说，说普通一点，让他都有智慧，增长智慧。一念就是增长智慧的含义啊。有记忆力就是有智慧。同时，地藏菩萨对此度众生，没有记忆力，没有这个智慧。菩萨在《大记十门经》这样说，在《地藏经》上呢，第十二品，说此世界众生啊，没有记忆力，读完了又忘了，叫一遍记不得，叫几遍，完了还是记不得，就是没有智慧。学过的东西很快就失掉。地藏菩萨说：“我帮助他们，令他们增长一念呢。”那是说：“我当嫉妒此四周四尊的弟子。”增长一念呢，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说他有了信心了，有了信心了，有了信心了，一定要学佛法。学佛法，我让他增长智慧，这叫增上心。增上心，使他念念不忘，念念增上。那越增长，智慧就越大。智慧大了，就做积累福德，福德就重，就这个含义。为什么加个守护意念呢？你的意念记忆力啊，要保护，不保护就失掉了。睡眠的时候，要睡觉的时候说断记忆力的时候，那地藏菩萨让你念念能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我们经常的说过，三国的弟子，我都嘱咐他，临你睡觉的时候要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佛、皈依僧，念念睡着了。这个就是保护你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就是在睡眠的时候，念念也不断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一恢复记忆力，第一个念头就是皈依三宝，念法、念佛、念僧。这就是守护的含义。乃至于睡眠都不忘记佛法生三宝，在你睡眠之中啊，或者一有危难了，睡眠做梦，梦有危难了，恐怖害怕，这时候你一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马上就没有了，恐怖的警戒相啊就没有了。增长寿命，增长寿命啊！每个人都希望长寿，没有一个人希望短命的。而且还有一种啊，
自杀的。他说那个逼迫他，逼迫他，那苦啊，逼迫他特别的深重，他解不开了，这叫又被苦恼加深加重，不想活了。像这种现象，如果常意念三宝的话，这种现象没有了，苦消失了，苦消失了，他不会想到自杀。凡是自杀，感觉自己没路可走，就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感觉活着没有兴趣。要他随时感觉着活得有兴趣，这就也是增长寿命。但是活着要愉快，要常识学佛法，这有兴趣了，增长寿命。说大家人的意愿呢，说地藏菩萨在这向佛发愿，发愿啊，说世尊呐，我会使你的师兄弟子，其实也是他的师兄弟子，但是他这对佛说。这四周呢，南州、部洲、北京、泸州、东城、神州、西宁、贺州，这四大洲。增长的身体啊，身体，说增长身体就是我们求身体呀、健康，身体健康也叫难事，难事。说你念地藏经的人。那专门女人说的，感觉自己丑陋，念地藏经了，变得漂亮了，变得美丽了，是你自己感觉到，感觉，人所需求的呀，还有本来身体病苦缠腰，那你念经的时候，地藏菩萨加持你，不害病，增长无病。增长你的色身的色力，增长你的体力，增长你的记忆力。增长无病，增长色力，增长名闻，增长知觉，增长亲友，增长弟子，增长境界，增长斗文。前头是说是，只是说增长寿命。增长身体，现在这下头啊，不则增长寿命。地藏菩萨向佛表白，我令这四宗弟子啊，增长无病，要增长健康。色身的体力，增长体力，增长名闻，人人都愿意点儿，愿意的名声好一点，人人赞叹，这叫名闻啊。此句呢，衣食住行，跟这行走住卧都需要有知觉啊。这个知觉就帮助你生活所需要的衣服、饮食、尘劳、行动了。还有呢，增长眷属，就是亲友，亲友啊，增长弟子，这专子出家说的啊，弟子多，增长境界，增长多闻就不同了，你守的戒都能清净，清净啊，增长清净的含义。多闻呢，说多闻法，多闻法，但是这个增长的呀是好的，不是增长多了给你找麻烦，啊，徒弟多了多麻烦呢，这增长的善的，增长的是善良的，在家的子孙多，都是孝顺的，主要是地藏王菩萨帮助
帮助我们什么呢？修道，特别是增长境界，从受三规起，三规五戒，来比丘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容持清净，那这张不错，能帮助你不犯戒，增长清净了，增长多闻，使你能够多闻法，长时间的生长智慧。这闻法就能悟解，悟解，闻法悟解就增长智慧，就开智慧了。说你不知道，我念法开了智慧了，知道了。这叫闻法殊胜。马叔，同时啊，增长智慧不是聪明啊，不是聪明，智慧不是聪明。闻法殊胜，闻法殊胜，生长智慧。智慧生长了，又能多闻法，多闻教义啊。增长慧舍这两个字呢，含义是两种。有了智慧了，才能布施。没智慧的人不可舍，光是贪求，只往里进，不往外出。慧舍，有智慧的人才能布施。但是这是指财务说的，要舍掉我执我见。有智慧能舍掉哪执，舍掉我见，要没有我执了，你就懈怠了。现在我们人人都执着我，执着我。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执着我，看破了，知道无我，那一切法无能。有智慧人，他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能舍弃，为了利益众生舍自己的生命，何况自己的身外财富，什么都能舍。舍我执，舍我见，舍法执，舍贪恋，舍烦恼，舍嗔恚，得有智慧啊。没有智慧能舍吗？舍不了，是吧？把自己生命能舍，要靠智慧，要增长慧舍，增长妙定，定加个妙，叫妙定。为什么加个妙呢？这个定啊，是在动中的定力。不是说坐着的静，就在你行动当中，吃饭、穿衣服、所做一切事物，都在定中，所以叫妙定。明明是动嘛，怎么说是定呢？这叫不思议，加个妙字。说听经，听一听，他入了定了。落定了不是没听见，不听得更真切，更开智慧。听经本来是注定啊，注意听啊，是动啊，但是可入了定了，是定中听，不是打瞌睡啊，打瞌睡不疼，这真正入定了啊。说那些个大菩萨，像咱们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大部分都在定中，在定中。下文要讲到，地藏王菩萨每天早晨是无量数的定，一个定有一个定的妙用，所以这叫妙定，妙定。
在入定的时候，他定中到一切处，到一切的处所去利益众生去了。他的身体呢，还是在定中，那都是化身。这增长妙定啊，定中有什么加个妙？增长难隐，增长难隐，难住于隐。咱一般的讲啊，隐辱，六度不是隐辱波罗蜜吗？你也打我呀，骂我呀，我根本就不动于心。又怎么说呢？守本分，守本分，本分。例如我们出家的二宗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，我们的本分是修道的人，当然，对一切众生的恼害不计较的，守住本分的事儿。本分事儿一天行道。修道，但是你要有了智慧，增长慧舍，有了智慧，在这有了妙定了，我来得到难隐了，得到难隐了，这时候定慧均等，定跟慧平等平等，难隐的就是对一切的法。那个承受，这个隐是不是光是隐辱的辱？别人侮辱我、伤害我，我忍受。还有你对你的学习、修道，都要隐呢。学法都要隐呢，就有智慧啊。把你本分事做好。有了智慧了，增长你的智慧了，你本分的事啊，会做得非常的相应。因为隐能产生善巧方便慧，从隐产生善巧方便慧，地藏菩萨入了那么多的定，就产生从定中。产生了利益众生的种种的善变善巧，种种的方法，这是方便善巧或是从智慧生的。有了智慧，一切都能解脱，没有挂碍。大家可能有这样感觉，说我们说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帮助不了，有挂碍。那这个众生他需要财富，他需要房子难居，他需要生活，是不是？你有东西给他吗？能满足他的愿吗？但是从三方便善巧慧当中生出来的解脱自在。现在呢，想弄什么就有什么。要想帮助众生，说这时候有病了，你帮助，使他能入医院。医院治不好，你能教他念一个，念个咒，念完他就好了。用佛法来帮助他，他得到佛法的利益了，世间相就解脱了。就是。增长慧舍，增长妙定，增长难隐，增长方便，增长觉悟圣体光明，觉分圣体光明，这这是菩提道法说的。咱们讲那个七觉之八正道啊，就是这些法说的觉分。七觉分啊，包括生定啊、生慧啊、生自在啊，能得一下。觉呢，是这道理理上说的啊，理气和理了，理气和了，在事上
就能有方便。换句话说，增长一切学法者的菩提觉悟，菩提觉悟，觉悟了就能生出来圣体光明。其实这里说的，咱说阿罗汉叫四圣谛，苦集灭道。为什么叫圣谛呢？两种因果，世间的苦怎么来的？寄来的，寄是你招感来的，知道吗？寄的寄了寄和很多事儿，你才受苦果。那我们想断，想不受苦，别着急了，断戒，断戒呢就是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什么呢？要成道，要成道，要成道得修，才能达到灭，是吧？苦即灭道，苦是果，即是因，灭是果，道是因，两重因果。说当你觉悟之后，灭寂断苦，修菩提道，证涅槃，这叫圣谛，光明。增长去入大乘正道，大乘正道啊，大乘正道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呐，转变成真的，把妄心都歇了，离你的妄，妄一离了，信真了，发菩提心，行在菩提道上，真正的行菩提道，懂得了，咱们以前讲的大乘经啊，环境跟它配合的很好，心外无法。法外也无心，唯是一心而已。说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你自己找的。没有祸，没有福，没个门径的，你找福，修福得福。你找罪受，找罪受就要受罪了。懂得这种道理了，才能取入大乘。这咱们讲的是华严义，这个大家天天都知道，都在讲。因为你这个证得圣谛之后，建得入大乘道，发菩提心，行菩提道，那你对一切法的智慧啊，就增长。增长智慧，明一切法，就叫法明。他说度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有情，使他们成熟。但是这就是你的大慈大悲心。黑法、眼物法都消失。增长的呢是白净法，白净法，是能够转你自己的本心，这叫大乘，能够转你自己本心，叫趋向大乘。我们讲一切法，都不离开你的心，都不离开你的心，心之外没有法。除了离开你的心之外呀，一法不离，一法没有。但是呢，法外也无心，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那是心性所显现的。这就是摩所说的
大乘正道。这好在咱们讲华严义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这叫智慧，这叫真正的法明。法明就是明一切法，明一切法什么呢？明一切法的体性，明一切法空的，没有真实的。咱们现在不讲华严经，不就讲这个道理吗？嗯，是一切众生都对这个有感情了，感情了。现在人家在人间是有感情的，让他对法、对教义有感情，从浅到深，成熟一些众生，增长他能接受佛的教导，能够接受出世法，就是发愿利益众生。发愿利益众生就是增长成熟一切有情，增长大慈大悲，增长一些白法，这就叫学入大乘正道，学入光明的正道，成熟一切有情，成熟一切众生。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有很大转变，今天在杭州开世界佛教论坛，上午我看电视看见了，那么全世界的大德集还到杭州，这是我们近百百年，再多说一点，几百年，在中国是第一次。第一次，今天我看见那电视上有英国的和尚，有国外的，现在反正世界的佛教徒，世界佛教徒，现在我们国家，我佛法不离开现实啊，我们国家，行一个和谐社会。说社会啊，人跟人都要和谐，国跟国和谐，人跟人之间呢，不要嫉妒争耐，不要互相伤害，和谐社会。那找和谐社会的方法呢？说佛教最好。这叫什么？增长白法，是这个清净法呀，增长。利益众生，咱们的力量是不够的。如果国家提倡和谐，提倡安定，那就是国家现在要弘扬佛法。我对我们诸位道友，将来你把佛法学多一点，叫你去弘扬佛法，你给人讲什么？找弘扬啊？他说你别造谣了，做好事儿。那么好事怎么做呀？哪个是恶呀？哪个是善呢？这社会是讲黑道，黑道就是我们讲这个白法对着黑法说的，而世界上都是黑道。他们所说的白法没有，我有我佛教徒讲的白净法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才增长法明啊。法明就是明一切法，咱们在华严经讲的一切法如梦虚幻，众生不跟你认可呀，
增长了法明，他明白一些法了，他就成熟了。如果人人都是大慈大悲，世界还打仗吗？还有杀害吗？监狱就关闭了，没有监狱了，没有犯法的要监狱干什么呢？也没有警察了。这就叫趋向大成，成熟有情。成熟有情啊，有的时候深，有的时候浅。像咱们在《华经》讲的，那成熟有情到十一地的菩萨，那就深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从浅入深，就是人人发菩提心。那就是大慈大悲了，大慈大悲就是菩提心的一部分。一切白法，都清净了，都清净了，但是很难，很难。头一项禽流感。禽兽啊，传染病。如果我们都不吃禽兽的肉，它真传染到我们身上。你杀它，吃它，它的病就到你身上来了。如果你是大慈大悲的，这个黑法就不存在了。佛教徒绝得不上的禽流感。我跟他不接触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白净法就是消失一些黑法，黑法就是贪嗔痴，白法就是戒定慧，贪嗔痴没有了，都变成戒定慧了。增长妙成遍满三界。增长法欲，普欲三界，增长一些大地、精气、智慧，增长一些众生、精气、善作事业，增长正法、精气善行，增长智慧光明，增长六道彼难妙行，增长无眼。一切众生精神面貌，就是精气的滋味，就是妙成嘛，遍满三界的，真正发于普于三界。精气呢，就是精气神，精是存，气是气足。什么精气神呢？其实咱们中国道家也讲精气神，佛家讲的佛家三宝，佛法僧，道家的三宝呢就是精气神。所以给大家讲讲道家的三宝啊。人呐，吃下去的饮食都变成血，这甚至靠血液流动嘛。变成血的时候，你吃的很杂，很复杂，五味杂陈，酸甜苦辣寒淡，它不见得变成了血。把这个所有的粮食跟你说是菜蔬变成吃进去，一个人只能接受40滴，一滴一滴吃下的饮食，精虫力壮的变成40滴，那老药的
电不到。丝丝的眨眼的血雾变成一滴的一滴清血，就清净的血。四十滴清血变成一滴精，精液的精啊，精神面貌这个就这个精。四十滴精变成一滴神，我这人有神气，那都从猴都变来的，这叫精气神三宝。但是他是养生之术，修养生之术。那道家讲，他在身体上打主意，修这个身。咱们和尚出家人不注重身体，再养他几千年几万年还是要坏的。咱们讲须弥山石经山里头有个仙山仙水，都是这些个修这些个道的升到地方去，他有又身非身，咱所说的又身非身，道家的，道家的，这是他们的三宝，他们的三宝啊，这个是有生灭法，不是非生灭法。你道家的修炼，三观七窍，十二层楼。还精归脑，才要炼丹。咱都在他自己身上，也都在这，不向外求。他用他的气体。道家的练那个，练的精气神三宝时候，说肚子能烙饼，把那烩面糊了贴到肚上，一会儿接着就一张饼烙熟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咱们都能练，也都能成，也都能烙饼、美容，跟生死美容。我在八岁的时候遇见老道，这个老道叫戚富堂，他要跟他学老道。小孩嘛，看那剑侠小说啊，想当剑侠就找老道学呀、碰见老道，老道自称是神仙，他有很多给我看，叫神仙。我问他，我说阎王爷还抓你不？他说阎王爷抓不到我，他能练。那时候他教我的方法。叫还精不恼，还精不恼才要炼丹，都在自己身上啊，都在自己身上。他身体能够这个肚脐眼以下的左右耳边，就是心脏转，就你自己的呀，精气在那转，他有咒有指导的。坐那个小腹就发热呀，热的简直是。所以老道就在东北那么大雪天头，他穿单衣服，他身上发热，就火力强。跟你练的，他那火力强，确实能烙饼，能烙饼，生的变成熟的。您看那个，有电影上看到。把这砖呢、石头搁到肚子上，拿铁榔头打石头，肚子没有事儿的。还用那手掌，石头在底下，石头在底下，搁到肚皮上，石头一打，石头断了，肚皮没事儿。这些个是什么呢？
这叫术，法术的术，练的是术，不是项目练的，不是直接人肉，不是这个，他都是在他身上，啊，身上嘛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地水火风四大种，他们也讲究这个，这是这个。这个身体是假的，怎么练还是要消失的。我们讲的性，性不是这个，性是它的体，这个是大地的精气，增长的大地精气之位，是四件相能。众生的精跟它的气，他能做很多的事业，善做事业。平常咱不懂，四十的纯精变一滴气，说那人气色很好，就是精神很饱满。但是一切众生的精气呀，有精神，你做事业才能有成就。但是增长正法的精气，善行，这个精是什么呢？这个精啊，说你修道行菩提道，精进不懈，大慈大悲的善行，它是增长智慧光明的。我刚说这个道家法术增长烦恼，你们看那剪侠看小说，老道甚至和尚，那些和尚是犯贪嗔痴的了，不是没得贪嗔痴，嗔特别严重，三句话不合就打起来了。咱们是讲忍辱的了，不会跟人打架的，是讲和谐的。所以我们增长这个精气善力，就是精神有气力，凡说的精子就纯，把那个浊气呀，都锻炼成纯真之气。如果大家看过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诸子百家的书，是道教的书，他对我们佛教有帮助，但是不把它当成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我们增长的正法精气，我们的精是什么呢？菩提道，精纯不杂，没有贪嗔痴，没有烦恼。这样子才能增长智慧。我们修忍辱波罗蜜，绝不恼害众生，众生任何恼害，我们都以大慈大悲对待他。那行忍辱波罗蜜啊，我们行布施波罗蜜，把一切众生满足众生之需，还贪恋众生的吗？还跟众生争财富吗？不会的。但是主要是靠般若波罗蜜，要有智慧，这才叫妙行，最微妙的修行。铮铮无眼，无眼，无眼呢？右眼耐非通，是障碍的，不是通的。偏眼呢？通非耐，天自然的果报所感的。没有障碍，他能看见，但是只是限于人间天上。世界之外的看不到。
慧眼，观熟体，就观一切世间法，方便善巧是智慧眼。法眼呢，了真空，证得真空的道理。一般说法眼了真空。佛眼呢，就是五眼都具足。大家看过《金刚经》吗？讲五眼六通啊，六通。这种就是讲一切的众生生长五眼。五眼呢，就是看一切法，观眼见法而闻声，眼看着一切相，看着任何相，了得它是幻化的、无实的。这咱们讲那个《环境给大家都讲过了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影作如实观。这个地藏王菩萨加持我们，让一切众生精气具足，无病无恼，修业成道。修道的啊，不是我上来讲那些个，我上来讲的是道家的。那么叫什么？我叫手撕，身体是个尸体，还是鬼一类的。鬼不叫鬼了，叫仙，仙一类的，是鬼仙之道的。咱们的精气用在行菩提道，菩提道，因为什么呢？行智慧光明，智慧光明，说正法精气善行，智慧光明，增长智慧光明，这才行六度波罗蜜。到达彼岸，增长灌顶，增长升天。灌顶解释很多很多的，这个还说着印度婆罗门，这个我们中国道教啊、儒教啊，印度婆罗门就像我们中国的儒教。以前在印度下生个小孩都有灌顶，假设这小孩无病无恼的，就是国王的、婆罗门的、刹帝利的那个种姓啊，这种种姓生的小孩都一定请那个外道六师啊，佛出世了都请佛家的，用四大海水给太子灌顶，灌顶意思就是一种加持的意思啊，知道？哎，我灌过你吗？消灾免难，消灾免难的意思啊。一般的我们出家人嘛，摸摸顶，摸摸顶，或者拿个净水洒一洒。像我们前几天洒净啊，就是拿那个观音菩萨净水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观菩萨，那也叫灌顶。但是密宗修法的灌顶，那是专用的了，那不同了。那是哪一法用哪一法的咒加持，那是灌顶。简单说，祈福加持你的意思，就是加三宝的力量。加持呢，让你善根增长，一切灾害舍掉。地藏王菩萨说了加持母娑婆世界这么多的佛的四宗弟子，但是他说个咒，用这个咒来加持。这就是叫什么呢？所谓有名的具足水火吉祥光明大寂明咒
宗祠章句，就是宗祠陀罗尼，是咒的名字。有水火吉祥、光明大吉明咒，总是加持。地藏王菩萨说了这么多，说了这么多呀，对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、四宗弟子，他给我们的智慧，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增长，拿什么呢？有个咒，要具足水火吉祥、光明大吉明三昧。就叫宗祠，不翻叫三昧，翻了叫宗祠，宗祠章句。同时地藏菩萨说这个咒啊，我是从恒河沙等那些个佛寺尊所，好多佛呢，恒河沙处一沙一粒佛，是从那个佛虔诚受持此陀罗尼，说这个宗祠啊，是我亲自受持来的。陀罗尼翻过来就是宗祠，原话就是陀罗尼。这个咒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增长，能增长一切白法，增长一切清净法，你些些都清净，增长一些种子，菩提种子，那菩提种子菩提根发芽结果得乐。那么说念这个咒啊，大地所生长的树木、花果、药材、五谷杂粮，都能滋长你精气，只为增长你精气。这个咒就这么多效果，增长一些种子、根、须、芽、根、枝、叶、花果、药材、五谷，精气滋味，增长雨灾，增长有余的地水火风，增长喜乐，还能增长财宝，还能增长胜利，还能增长一些受用之具，床铺啊、房子啊，乃至一切滋生的用具吧。此陀罗尼能练一些智慧猛力，增长智慧破烦恼。就这是破烦恼吧，把烦恼都破了吧。下回再开始念咒。地藏菩萨说的有地藏心咒，地藏菩萨说有灭定业真言，这是地藏菩萨咒。这个咒只在大寂十轮经，这个咒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行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。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籍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。